我们要好好的呢，要做这张唱片，希望我们两个人合作，也做一个组合，也以大小为作名。我们的名字呢，那老板希望说两个大帅哥，一小笨蛋。对，这等一下是大帅哥，小帅哥。等一下，谁是大帅哥？大帅哥是谁？对，谁是大帅哥？老板说，我比较适合。我就是小笨蛋。可能很多人会抗议哦。小笨蛋不好吗？那我们用四个字好了。嗯。大条与小条。我看是大雕跟小雕好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么没概念哈。有啊，那公狗不是大雕哎，对吧？跟唱片公司老板建议一下，大雕算了，那我还是小雕啊。小雕有什么不好啊？小雕是可爱啊，大雕是雄壮，小雕是可爱啊。啊，那我比较适合可爱的。对，但是女孩子比较喜欢大雕啊。只要不要火鸟就好。